人气 highlight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萌新三连的魏大勋，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们的弹幕拷问了。三十，真的，我就是最强王者啊！中高玩是因为我太厉害了，总能杀到很多人，很有那种游戏胜利的那种喜悦和快感。我只问能不能方便还，不太好问他干嘛去了，应该是做音乐去了吧。Nice， OK， 漂亮，我去，天哪，给他摁回去哈。我考虑考虑吧，看看那个女的是谁。我觉得这是我在娱乐圈混的秘密，混的之所以能风生水起的秘密，所以我不予传授，这是饭碗。能把饭碗传出去吗？哎，哎，腿，一米二，腰以下全是腿，胸以下全是腿，一米五吧。哈哈哈哈，冲着笑。我师傅应该说完谢辣，他就自己笑了吧？给搭档使一个眼色。就表示我慌了，慌了，慌了。把腿并上。完了，这又说什么呢？对，不予回应，因为下面老婆太多了，要不然就重婚了。让我看看是谁又在夸我老公了。好的，老婆。我的妈耶，魏大勋的侧颜 A 炸我了。这种吗？这种吗？说的有道理。入坑了，魏大勋，大勋花真的太可爱了，唱歌还好听，我觉得这不是彩虹屁啊，这不就是真实的我吗？选系男孩太可爱了，而且他的年龄都这么大了，还有一种迷之少年感，不知道是不是滤镜。二三三三，这确定是彩虹屁吗？这有点吓人。眼睛吧，比较特点，然后比较聚光，然后看人，这双眼睛能看清很多人。我可能鼓励大家一起备战春节，这是一个很严酷的战争哦，马上要经历了，而且春节都会做很多很多菜，然后剩了又不好，所以这个是在你身体和道德的边缘来回徘徊着。承认很脆弱，因为你玩射手嘛，很容易就发挥的不好，然后可能就坑了别人。